让我们认识九宫站里选择阶段的方式。我们现在是在世界一里的启动画面，而这些是个人阶段的个人高分统计榜。让我们开始玩吧。我们先将攒这个只有一粒球的飘动石块，就会进到阶段一。在阶段里，若要暂停游戏，请按最上面的按钮。按多一次就会恢复游戏。要回到世界一的触动画面，请按一下触控板的上端按钮，然后攒下出现的显示。这个方法再按多一次触控板上按钮，能选到不同的世界。让我们去到二世界吧。